喂，我怎么睡床上了？你怎么睡地上了？我应该问你，你怎么在我床上？这个色女肯定是被荷尔蒙吸引上来的。幸好幸好。你以为我会对你怎么样吗？你应该担心的是我会对你做什么，你懂的。怎么了，方总？出事了！刚收到报告，要下雨了。你怎么了？还记得那场幻觉吗？我记得你说你在幻觉里就是个外星人，在你们的星球。如果有人把你忘了，你会怎么办？不会啊，我们星球都是靠数据储存记忆的，是不会忘记一个人的。那如果有人把你删了呢？那我也把他删了呗，谁怕谁啊？那就好。你要去哪儿啊？你晚上还回来吗？如果我一直没来找你，你也把我删了吧。韩助理，启动资料库，召集各部门负责人，让他们把近期需要处理的文件全部送上来。已经安排下去了。应对您下雨失忆这件事情，我们已经得心应手了，您就放心吧。叫记忆库的人准备开会。开会？方总，记忆库是专门负责您记忆储存的，不管您怎么失忆，他们那的数据都能让您回想起这段时间的记忆。您说过，未免惹人怀疑。您都很少跟负责记忆库的杨主管见面，难道这一次有什么特殊？没什么特殊的，只是有些我个人的资料，我想亲自审阅一下。明白。放心吧，方总，这里的安防系统都是经过技术部加工过的，只有我们内部人士知道。平时也只有韩助理和张医生进来和我们对接。谢谢你们一直以来辛苦的工作。我就是想看看近期的档案资料。好的，方总，这些记忆拼条都是跟您近期有关的女性，无论您忘记谁，都能从我们这里弥补记忆。你想看谁的？指望伙计，我长话短说，我看了你最近的病情资料，这场大雨有可能会对你造成比以前更加严重的影响。什么意思？你以前只是会遗忘你近期认识的异性，比如说你继母，你就会记得非常清楚，但是你最近经常出现幻觉，我认为这是你病情恶化的前兆。那我妈呢？如果恶化，我也会把它彻底忘掉吗？当然，这只是我暂时的一个猜测。总之啊，我建议你要避开这场大雨。避，就是在降雨之前离开这个城市。我能避得了一次，但能逃得了一辈子吗？哎，当然我也不是提倡这种做法。我们人类面对伤害，最好的办法就是面对它。可是咱们不是尝试那么多次了吗？没有一个人可以帮你走出这个阴影，所以方朗，这次你必须得离开。
你果然是我的好眼睛。已经攻破了记忆库的前几层防御，后面的我会抓紧。好，钱已经打到你账上了。要是想快一点的话，还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将记忆库彻底用掉。你不许冲动，记忆库里也有我的记忆，你这样做对谁都没有好处。我帮你进入 F 集团，只是想让你做我的眼睛，其他的事情没有我的指令，你都不许动。哼，可惜了，你原本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。我不需要利益，我要的只是他的心。你尽快帮我攻破后面几层防御，我要早点拿到他的记忆资料。那你就把这些当做我们最后一张王牌吧。不知道这次下雨，你又会忘记谁呢？门面被别人砸了。不是砸了，那你有没有受伤啊？我看看。我还好还好，我没事儿。小七，正好跟你说呢，我们的店要关门了，休息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还不是因为那个方冷，自从他吃了我们的饭进了医院之后，外面都传我们是黑店毒餐厅。那方冷不是因为过敏才住院的吗？他们怎么能乱造谣呢？傻孩子，现在这些记者说假话比说真话容易多了。海鲜过敏跟食物中毒哪个点击量高啊？那怎么办啊？那我去跟那些客人解释解释呗。那方冷是过敏。行了行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我看我们就先把店关了，休息休息。关了？柴姐，你要走？你别走，这里是我唯一的家，你走了我怎么办？我不知道怎么。我又不是不回来了，我只不过是和我的闺蜜约好了出去度几天假。来，把这个钱拿着，我也好久没有休息了，最近你也辛苦了，好好看店，好好休息一下。那你早点回来，我在家里等你。好的。好无聊，怎么能这么无聊呢？无聊。对啊。哪来的声音？我在这儿呢，赶紧过来给我翻个身呢。小布，天哪，你醒了！小布，你醒了！轻点轻点，你把我脑壳都晃出来了。哎呀，醒了真是太好了。